下午五点，李工测试完今天的最后一盏灯。30多年来，中山灯具点亮了全国超6000万个家庭。有灯的地方，就有故事在发生。马步，背挺直。陈师傅做了一辈子的茶叶，想摇出福建茶叶特有的盐韵，身上还是得有点功夫。而退休的刘老师，有的是功夫品评好茶。每天有300件汉服在曹阿姨手上完成最后一道工序。曹县有几万种汉服的款式，就有几万种美好生活的样子。新婚快乐，长长久久。这碗大鸭肠能够吸引每一个鸭子老公，尤其主人也会很好。周先生擅长打造爆款。要说成功经验，就是一寸寸改进用户体验。自信这件事，就是要武装到牙齿。当一天结束，千万中国人又会回到南通家坊的拥抱之中。人们对生活有多少种想象，就能创造多少种经验。万千好物从天南地北汇聚而来，和每个热爱生活的人一起重塑理想的模样，创造更值得的生活。汇聚中国，南北好物都值得。